健康新主流 Happy Cooking Show， 观念妙妙妙。大家好，我是 Claire。Hello, Hi, I'm Kevin。Daddy 啊，说真的，去了一趟金门才发现，哇，金门的东西还挺多好吃的嘞。你现在才知道，其实金门很多传统的好料是在小巷弄里面的平面美食。平面美食，平民美食啊，哦、平民真的是。不过这些平民美食真的让我们回味无穷，吃了还想再吃。对啊，好，一四。讲一条啦，讲一条啦，对啊，太开心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老公去金门寻根之旅啊，挖掘这些美食，发现这个在地的平民美食呢，跟他在新加坡吃到的还蛮相近的。That's right， 重温旧梦哈。嗯，那印象最深刻是什么？哇，印象最深刻当然是那个老奶奶的那个地瓜块贵，还有阿兵哥爱吃的炒泡面。哇！韩籍花贵，这个我倒是知道。我没想到这次在金门，原来因为占地的关系啊，这个阿兵哥呢，把泡面升级了，变成炒泡面。对，而且啊，餐厅还有这道菜，就是点泡面。Okay. 餐厅嘞，不是说路边摊哦。我知道，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就把这泡面升级吧，成为家里里面的炒泡面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要炒一个三鲜什锦炒泡面。对。好吃哎、欸！重要是今天的这个花桂啊、我才知道哇，我妈妈做的那个地瓜花桂，原来是从我爸爸是金门人传回来给他的，所以一模一样。我们今天要做这个花桂呢，是跟台湾的阿嬷级的花桂不干，台湾的阿嬷级花桂是用煮米，对，金门的花桂是用米粉，米粉。来看材料， okay, 我们来看材料，主要的是面粉，对，跟那个地瓜。对、那最主要我们先做一个面种。好，讲到地瓜也是金门的特产、对对，金门的地瓜有白地瓜，哇，我找了二十几摊找不到白地瓜，没关系，黄地瓜哈、是香甜的，他们是白地瓜让它 Q 配黄地瓜。那我们今天呢没有买到白地瓜，我们新加坡就是用橘地瓜配黄地瓜，也是很美，它更美。在我来看，这个叫白地瓜，这个、叫黄地瓜。这个黄地瓜，这个橘地瓜。哦、OK， 好吧，好。那今天就是因为有这个地瓜的那个香气啊，做起来特别 Q， 特别好吃。好 ，OK。那我们就先来做一个面种。对，那这个面种哦很简单，我们这边哈、有多少面粉？115克，中筋面粉，然后有恰刷，跟有这个 yeast 1.5，酵母1.5，好。好，所以我们用一点点 ，no， 我们用一点温水哈、因为这个糖要给它融化，它比较快，那个用糖来帮助发酵。That's right， 爱回家弟弟，对 ，OK， 好谁家是吗？是这样讲吗？对，好，那我们先糖调下来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面粉。面粉，那面粉面慢慢加，我们用中筋面粉就可以了。其实我妈妈以前小时候啊，她的爸爸等于我阿公是卖。花桂这些的，他们要有一桶啊，就像这次我在金门看，有一桶那个这个嘎在地上 ，OK。可是因为你整天都在做，所以这个酵种啊还要去养它，大概3个小时，你还要去加新鲜的面粉、新鲜的这个再给它吃，再给它养，因为呢那个这个嘎，所以我觉得很佩服那个阿嬷嘞，对，她从小做到吧，而且她的花桂跟红菇桂就有名哦，都排队吃嘞。对，排队买不到。Okay, 好，这个杆哈、有一个重点，你发过头，哈、你蒸起来的花桂，哎，等一下会缩下去，所以发的刚刚好就好了哈、OK， 所以为什么他们做生意哈、我们现在把这个、这个酵母撒上去 ，OK， 为什么做生意要去养这个小种 ？OK， 好，我们把它调均匀哈、给你调，调均匀呢，要给它放。大概45分钟到1小时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放在室温哦。哇哦，你看，室温25度C 给它调的时候是这样，对不对？火火的，好，45分钟你就要来看，你不要给它发过头，发过头哈、我刚才有说过，你在蒸你的花桂到最后啊，它会有点会缩，这个面种哈、好了。这个一个小时哈，要盖起来，对，你要盖起来哈，放一个小时 ，OK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，那我们现在最重要要有地瓜，对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瓜，这个地瓜哈，真的是黄地瓜跟橘地瓜嘞，对，
黄跟橘色，这个地瓜哈、啊、很重要。既然你加了营养，那请你大坏烹煮，留住它的营养、嗯，而且有个特殊的香味啊。对 ，OK， 好，很好。我们加了这个，一定要这么大条一起煮吗？我们加了这个七叶兰哈、哦，哇，它的地瓜特别香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这样的花桂嘛，它清胖。这个好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加什么？我们先把干粉加底下。那今天健康加分哈、哦，我们加了全麦。嗯，一般他们只有加白的，就是中筋面粉而已。对，我们今天有加全麦面粉，还有米汤。对对，比较有面香，所以我们加200g的中筋面粉。OK， 然后加那个150g的全麦。粉类都加底下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面种好黏哦，嗯、你放在底下它打起来哈、哦、不干爽。对、okay? 然后我们的糖还加了黑糖，黑糖有黑糖香，就是 brand 恰刷恰刷，全部黑糖，你的。这个黑糖的颜色会压过地瓜的味道，又不行颜色。OK，、嗯、那我们现在啊，虽然还没到，我来看一下，今天我们煮的水分哈、啊，不要丢掉，只剩一点点哈、啊。我今天来看看，因为我喜欢哈、啊，其实有吃到一点地瓜，我又不喜欢煮太烂。OK， 那我们看一下哈、啊，这个我帮你吗？没事吧？哇 ，OK， 嗯，这里应该煮再透一点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可是我今天哈、啊。哇，你用一个小小的锅，那个地瓜好香哦。对，哇，好好吃哦。嗯，你看看，嗯，这就是无水烹调的魅力，用一点点的水去煮地瓜。嗯， okay. 我们可以用事先做好的地瓜泥吗？好吧，因为其实太热，因为太热，你也会影响它的发酵哦。好，所以我们这边呢，刚好有煮好的地瓜，嗯，压成泥。好好，加在上面。OK， 这个地瓜这样混在一起的颜色哈、哦，变橘黄色。OK， 然后我们把这个哈、哦，一个小时哈、哦、的这个面种加下来。OK， 那我们打面团哦的方法哈、哦，不要一下子就快打。我们打一分钟，先低速一号，低速一号，然后那个二速一分钟，然后二号半的速度十分钟，大概十分钟到十二分钟 ，OK， 好，黏黏的都在上面，好，我们下来哦，慢打，低速慢打一分钟，对，你的粉也会不会飞出来？因为在家里常常做。这种面团哦，哇，全身白白的，然后地板白白，全部白白。那你这样低速给它打一分钟，一号，然后呢，打完一号就二号。OK， 你看它很干爽。嗯 ，OK。刚刚在打的面粉呢，还要继续打的当中啊。我们打好之后要给它自然发酵。对，发酵到什么程度呢？现在我们大概哈、哦，发这个是大概3个小时。那如果说你今天晚上要做，你可以放在冷藏去发酵哦。晚上打好啊，给它这样慢慢低温哈、哦、发酵。那我们这个哈、哦，把它倒下来，这边撒一点粉，拿给你。OK。所以这个不像做馒头哦，它有一点粘度、嗯，因为是发糕，好、哦，它吃起来 QQ 的，很好吃。有没有看到、嗯？有。因为下面没有加干粉，它有点酱没有关系，我们就把它弄下来。哇、哦，好香哦！好香哦，这个下来它有面香跟地瓜香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来看 Claire 怎么做。哦，其实，在做这个时候，我就会想到那个阿嬷做花桂的背影。哇，她其实应该有70岁，她做的是一大桶，不是这样一小坨。哇，她的那个打面机很大，整个人要砍起来倒扣呢。哇，真的很厉害，轻轻就好喽。对，轻轻的。我跟你讲，阿嬷是这样做，来，等一下，阿嬷先把它这样子。嗯。对，轻轻的折哦，轻轻的折进去，然后它就这样美美的，嗯，对，美美的，对不对？对 ，OK， 然后呢，好，然后拍一拍，然后你还要拍一拍，它是一大坨在桌上，用身体的背的力量去拍， okay, 然后我来做了哈 ，OK， 然后我们先做小的，拍胸呢，它会让它把它变长的，那我们今天因为要做小的，好。给你弄好了，我来弄这个。我们今天做小的 muffin， 所以我这边呢用香蕉叶，它很香，你不用下面抹油或放粉哈。那你香蕉叶哈，就是
可以剪小小，有没有在底下，然后旁边我放七叶兰，它会更香。七叶兰它的上面软软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这样剪下来，然后把它弯在里面，这样子，等一下你的小 muffin 放进去，它就会有七叶兰香。你前面这样松松的拉成长条，然后就像切面团一样，切开之后不用去整形，就这样好了。哇哦，你看，不能再整形了。嗯。然后呢，就放在里面。对。哇，这个很大嘞，我们要做大概100 gram。对。没关系啦，今天就给它发了。发一点。这个很多长辈都喜欢哈、哦，花贵很发。OK。然后我们现在割十字架。好，给它割十字架。哇，你看在家哈、哦，如果能做这个那么健康的地瓜坏贵啊，然后又用这种那个香蕉叶啦、七叶兰哈、哦，它又特别香、嗯。其实这种有时传统的这种发糕有没有？你做起来哈、哦，一些长辈啊，其实会想念以前小时候的一些回忆。对呀，我们看一下，大的。哇，你看这个好可爱啊！这个割的是什么？这个是我们助理很可爱，把它切成南瓜派的。南瓜派。切比较多花的话，哈，像有刻痕。可是它，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传统的阿嬷他们只切个十字，就让它开大气一点。啊，这是南瓜派。OK， 我们要看里面的干爽度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刚好可以下去蒸。对，要下去蒸。好。OK。这个、哦、热热品尝哦，其实是很好吃、嗯，我很喜欢热热品尝，这样把它掰开哈、哦。耶、yeah, ，你看，这就是那个花桂那个感觉，哇，看了一口就好想吃哦。面种材料搅拌均匀后盖上，然后让面种自然发酵45到1小时。可是我们今天把泡面升级了。看一下哈、哦，那泡面呢？其实种类很多，你现在可以挑一些非油炸的，你可以挑没有防腐剂的 ，OK？ 你可以挑很多，就很多可以让你挑选。可是今天我们的泡面哈、哦、的煮法哈、哦，要像金门这样干爽的，不是这样，用热水然后泡面放下去给它泡3分钟，然后就好了，不是。尤其我们你看今天的材料，有海虾，有那个石斑鱼 ，OK？ 有石斑鱼，然后呢有红萝卜。哇，这个金门蚵仔、哦嗯、我们冷冻拿回来还那么美嘞。是啊，可是它特别 Q， 它的颜色哈、哦、有一点这样，对，比较透明化的。嗯，然后这个是台湾哈、哦，嘉义东石的蚵仔，夏天现在那么肥美。嗯，它肥美，最是小而结实。对，可是它很鲜甜，很 Q。OK， 那今天我们要做这个泡面哈、哦，就是在金门他们一定要加蚵仔，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煮会比较好吃？我们先来，你先帮我打蛋，我这边打两颗蛋。嗯 ，OK， 打两颗蛋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先哈、哦，有时要把一个泡面升级化哈、哦，我这边就没有用它的调味料，因为我的海鲜太鲜美了，太甜了 ，OK， 所以我这边哈、哦、要煎蛋皮，好、哦，等一下或切蛋丝，它会很美。好，所以我这边来蛋好了没？加一点盐哈、哦，加一点白胡椒，打一打就可以了，然后不要打太泡 ，OK OK。打这样 over， 不要 over， 这样就好了。好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把它测水珠，对，测水珠，好，可以了。那我们这边抹油 ，OK， 我们油抹薄薄。如果你要煎蛋皮哦，油抹薄薄就好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这边来，我们把这个蛋皮哦放在这边一半。薄薄的 ，OK。那如果有些小朋友喜欢吃滑蛋，那我这边就打抛一点，一边蛋皮一边抛蛋。对，那就这边呢，就给它滑蛋，嫩嫩的啊、哦，这样嫩嫩的，这样是 OK。好，这样子嫩嫩，是像嫩嫩的那个外面的素食早餐店的西式的哦 ，scramble egg， right？ 对，所以你拿一个盘给我。好，好，可以了，嫩嫩，把它放这边。Oh, 然后这边呢，刚好熟了没有？对不起，把它折起来，这样卷起来。等一下就切丝，你帮我切丝哈，切细细丝的。OK， 我把它折起来。好，然后切很细，等一下放在面上才会美丽。OK， okay， 好，那我这边呢？
放一点蒜头，给它爆香。为什么要蒜头？因为哈、哦，有那个蚵仔啦、虾哈、哦，这些都要有一点蒜香，可以去腥。OK， 所以我们这边哈、哦，让这个蒜头爆香一下。哇，这个蒜头很香，台湾的蒜头特别香，尤其那个不是进口的哈、哦。哇，我觉得台湾的蒜头啊，你把它切成末，切到有点浅金黄色。细细的哦，不要乱哦。这个鱼啊，是这个诶 ，what is this？ 红石斑。红石斑、嗯。好，你腌葱姜蒜九汁，那你把这一边皮放下。没想到泡面给你升，不仅是升级啊，变成高档菜哦。好，用高级的海鲜。然后这个海虾哈、哦嗯，我们把这个壳剥，只剩尾巴哈、哦。然后呢，这个壳尾巴壳保持它的。然后这边割一点刀、嗯、OK， 因为它这个虾没有一点蛋，没有膏嘛，所以你把它划一点刀。人家外面炒就是虾壳下去烩两条就很好了，哎，你是整个虾排啊，这样小朋友会很爱吃，对不对？ OK， 对，没错，是，就这样子。 OK， 那我们先把这个哈、哦、蒜末移上去，一点蒜末移到这个海鲜上，对，好，给我一点黑胡椒，你去拿一下吧，一点点 ，OK， 黑胡椒。然后呢，偶尔我们就直接放，因为蛮大颗的哈，所以我们就放在这边，打上去，把它沥干有没有？然后这边给它煎大颗的偶尔，哇，好美哦。只是铁板三鲜炒泡面，我觉得对。OK， 好。然后偶尔就不用加盐巴咯。好，那我们把它盖起来，然后煎个这个40秒差不多。OK， 等下再翻面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那个泡面呢，又有鸡高汤的一个营养。所以不是用水，嗯，也没有用调味包味精哈、啊、，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这边可以了，我把它拌面 ，OK， 这个蚵仔哈、哦、变得很蓬，长大了，对，有没有？然后干爽干爽的拌面一下、嗯，哇，这样我想到好像是吃铁板烧，人家那个铁板鲜壳 ，OK， 然后这个虾子 ，OK， 好。那再给它大概20秒。好、嗯，我们东西拿起来了。好，可以了。等一下，最后再铺在上面。哇、wow, ，OK， good。拿一个盘子给你。好。这个，哇、嗯。等一下要当成。OK， 好。那我现在呢，把这个甜甜的哈、哦，有蒜香，哈、哦，有那个虾的甜分，把鸡高汤3杯下来。这个高汤比较多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炒泡面的意思哈是没有水分的，所以你的高汤只够哈滚了，对不对？滚了，对不对？它的甜分进到你的高汤里面哈。OK， 那我们现在转小火泡面哈，先给它哈焖一下，转小火焖，这等一下再放。OK， 给它1分钟，等一下翻面我就要放菜了，懂我意思吗？你们通常泡面是滚水泡下去，给它泡3分钟。我先给它1分钟哈，小小火哈，给它，因为我们要吃 Q 的泡面，不是吃软软的泡面、嗯，所以你先给它小火，这样 heat 一下。这跟泡面的差别啦。我们先来翻面哦，这个面，这个已经 heat 了，有点稍微哈软化一下，它才不会说硬邦邦，好像里面不透这样的感觉，嗯、外面烂烂，里面不透。那你这样 keep 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什么要放在汤底的？这个菇，给它吃一点鸡高汤的营养。这个放在汤底 ，OK？ 什么？另外什么要放汤底的？红萝卜。嗯。红萝卜。OK， 好，可以给它放到汤底。然后呢，什么要 keep 在上面的？
这个粉豆，有没有看过粉豆？没有。去拿粉豆。哦，扁扁的粉豆很适合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呢，把它这个哈、哦、贴在面的上面。哦。可是这个要宽一点哈、哦。是。这要给它摊开，贴在上面。OK， 然后呢，这个高丽菜呢，一边贴在上面。这好像大树上的那个扁豆哎。对，这个粉豆，所以我们要吃不同的菜哈。嗯，这个贴在上面。其实虽然是很简单的一个泡面，但是加了这些蔬菜之后，加上你的组合，我觉得这个泡面不是只是升级，它是营养加分。对，然后这个豆芽呢，哈，其实它再高一点，因为哈，它这个等一下会脆脆的，你拌一拌它会脆脆，所以你铺高高的。哦。OK， 然后再来这个。豆苗很快熟，也是铺高高。Okay. 您的炒泡面都看不到，只看到菜了。对，就是要多吃菜，没错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不是小火、哦，小火你的菜没有蒸汽沁上来哦，转中火，一分钟。我要让它这个几下的汤啊，还没有吸干，还没有被泡面吸干的时候，因为你翻面它是硬的嘛，还没有吸干，它中火沁的蒸汽上来啊，加上这些菜会产生蒸汽啊，再沁你的菜，所以你的菜就不会说吃到烂烂，烂烂就没有营养了。在上面，我们看一下哈，你看，好香的菜啊，一打开，这菜已经heat熟了，刚刚好，利用煮泡面的一点汤汁。然后把菜烩在里面，而且这样不油腻。对，炒的泡面是清爽的。筷子，这里。然后我们的面刚刚好，你看这个面哈、哦，不会太烂。哇哦，这个面被我煮 Q 了，拉一下。哇，所以做泡面的工厂可能都很喜欢我们表演。然后这个汤汁已经快完了，你看。刚好收干。刚好收干，这个汤汁已经快没了，只剩下0.1公分而已。那就是干泡面了，干的泡面。然后现在呢，稍微拌一下，一点点拌一下哈，一点点拌一下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些料啊，把它扫下去。哇！然后呢 ？OK。然后再一点红葱头来。最后一点，这个。OK， 今天带给大家，等一下哈，拌一拌，又 Q。又干爽又没有用油炒的泡面，加上这个，哇哇，这才是道具的，真是满出来哦！这个是妈妈们最喜欢的哦。所以像我刚刚那种方法，不用把它整形成像一个面包、馒头，直接开口切开，你看，这个就是完整的，这就是完整的韩式烘焙，哇，可以在同一锅煎蛋皮和炒滑蛋。同时做不同口感的蛋，高汤呛下，转小火放入泡面煮一分钟，炒泡面才会干爽弹牙不水水。